我们这儿所有的女孩，你儿子一个中意的都没有。不是不中意啊，不中意，我都给你们介绍过了，我儿子是医生，你们知道三甲医院，不是，听我说，三甲医院的人啊，看病人特别多，他呢特别忙，上午门诊，下午手术，晚上还接着手术，没办法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这样，等过一阵子，还过一阵子，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呀？啊，让我姑娘等着他呀，没有门儿。不是，哎，你家那么挑，我看最后啊，你能娶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儿？就是，是，是啊，你说什么样的儿媳妇儿？找什么找啊？定给我儿子找一个好姑娘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样的女孩才能配上我儿子。哎呦，今天这葡萄和这个车厘子买的是真新鲜。哎，你不许吃啊，我给陈震刚洗的。你找什么呢？哎呦喂，这陈震玩的玩具你给搁哪儿了？哎呦，你说你就是老了，这脑子这不就在这儿吗？瞎藏什么呀？赶快，就在擦，等会我外孙子玩的时候就脏了。好，哎。哎呦，来了！来，开门！哎，来了！哎呦，看看谁来了！来，哎呦，姥姥，姥爷，我可想你了！哎呦，我呀，姥姥也想你呀！哎呦，来看看！哎呦，哎，晨晨，你这过来先把鞋换了，那是脏了。我外孙子换什么鞋呀？你把鞋换上倒是真的。来，没事，进来吧。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想死姥爷了呀！啊，我看看。哎呦呦！来，去来一个，哦，好，这边，这长得跟我是越来越像了，就是一个字儿，特别帅呀。姥姥刚给洗了啊，吃吧。晨晨，你先洗个手啊，别让人喂，你脏了。没事，我手干净，我给他吃。就是啊。那个多云呢？啊，多云，那个今天她一闺蜜过生日，就不过来了。你电话里说什么？晨晨学校要过什么日子来着？哦，那个家庭日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让我们带晨晨多跟长辈聚聚，然后感受一下家庭气氛。啊，要不是什么家庭日，还想不起来把孩子送过来。真是的，来，哎呦，那个，你要是想他的话，每次我带他回来呢，住一晚上，好吧？主要是晨晨现在闹腾，我怕影响您休息。没事。哎呀，晨晨，你赶紧下来，这那么沉，再把老爷腿压坏了。坐老爷腿这么乐意。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人的心思，我都奇怪你这什么项目经理怎么当上的，真是。来跟我去做个饭，帮我那个，我给晨晨今天准备好吃的。好嘞啊，我马上过去。有，晨晨，那别耽误了吃，把那作业先做了啊。吃，那就吃。爸，就是那我忙着去了。哎呦，吃，哎呦，我是乖。哎，来了。哎呀。老爷，哎，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，你得配合我。哦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啊，你说让老爷怎么配合，老爷就怎么配合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干点什么？那个，哎，你摘芹菜吧。好。志军啊，你爸就这脾气，别跟他计较啊。没事，理解，他也是想孩子嘛。对。您放心，今后一有机会我就把晨晨多带过来，哎，让您们二老多开心。就是，记着，不管外面吃还是家里做，每一顿都要称青菜。你呀，从小就挑食。知道了。你说你这么温柔贤惠，你老公是不是每天晚上做梦都笑啊？得了吧。啊，对了，我让志军带孩子去爸家了，我没让他说我来看你。明白。省得爸知道了又该说你，我可不想总连累你。哎呦，我觉得呀，这一次老爸有点过分了。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
绝不再纵容关震磊，不见面更好，反正爸受不了刺激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呀。哎，老爸生日马上到了，咱们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啊。你要是想吃红烧鱼，你给我做吧。行啊，姐一会儿给你去买啊。姐得说你啊，你赶紧找个对象，你得把日子过好了。 干嘛要把过得好不好寄托在别人身上？那我自己过自己说了算，挺好的。哎，那沈浩啊，什么呀？没有，早忘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我知道你大气，不会把分手的事情放心里。不过姐还是要说你了，你现在又年轻又漂亮，什么都不缺。你说你老的那一天啊，是被没人照顾，你说你也岁数，你咋已经开始老了啊？ 这个是阿姨的，阿姨是开飞机的女机长。对，飞行员。这个是小舅的，小舅特别帅，我就给他贴了个大帅哥。哇，真的。这个是妈妈的，妈妈是公主。公主。他妈妈的。这个是爸爸的，爸爸是王子。哪来的王子？哎呦，这上还有字儿呢，冠军，为什么是冠军呢？ 爸爸每年都得好多奖杯，是冠军。哦，真好真好。那个，晨晨，那哪个是老爷的呀？这个是老爷的。这个。嗯，来，我看看老爷的。这是一头驴呀。对呀，就是驴呀，你喜欢吗？哦，晨晨送给老爷的，老爷就喜欢。<笑> 老爷，你快戴上试试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哎哎，那个大小还挺合适的。老爷睡呆了。是吧？是。啊，那个菜快好了，我去看一下吧。哎呦，晨晨，姥姥还给你做着饭呢，赶快去，你跟姥爷玩。那个晨晨。 这个王冠要戴到什么时候啊？要戴一整天啊，一分钟都不能摘。啊，一分钟都不能摘呀？老爷，哎，怎么不高兴了？哦，对，晨晨，老爷问问你啊，怎么别人的都是水仙花啊，还有那个小公主什么的，你为什么就送给老爷头驴呀？我爸说的。你。 晨晨，哎，马上稍等一下。谢谢啊。哎，徐医生，你……哦，您是治我的嫂子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住这儿。住这儿？你几楼啊？也是七楼。雨晴，你们俩原来是邻居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
徐医生，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啊，我那小叔子命都保不住了。要不一会儿去家里吃个饭吧，我亲自下厨。不用客气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所在。对，人家是白衣天使，忙着呢。我知道他忙，不就吃顿饭嘛，也不耽误什么时间，就算给我们一次表达谢意的机会。心意我领了，谢谢。到了。你俩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不会因为你才不肯过来吃饭吧？我什么事？那他怎么总看你脸色？哪有？那个徐医生，要不然还是到我家来吃饭吧，都饭点了，你一个人做多麻烦。就是啊，你去哪都是一样吃啊。那个我姐做饭特别好吃，你来吃这顿饭呢，她心里才踏实。要不然她反正都知道你住哪儿了，回头还得瞧你们。那就打扰了。关姐姐，哎，您看需要我做什么，我来帮忙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今天都是一些家常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医生的标准。红肉、白肉、红色的蔬菜、紫色的、绿色的、黄色的，营养搭配很均衡。我就是特意过来给雨晴调理一下饮食。我这妹妹啊，从小就优秀，身体素质也高，上航空大学，整个片区的高中只录取五个，她是唯一一个女孩。在公司飞了五年，就当上了女机长。不过她一个人住外面，家里人还是不放心。以后还得请徐医生多照顾照顾她哈。姐，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不用照顾，别麻烦人家。哟，害羞了。不是不吃西兰花吗？怎么又做呀？哎，为什么不爱吃西兰花啊？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身体缺少维生素 C 会导致骨骼松软，缺少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。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挑食啊？来我们家还上课呀？那你吃不吃芹菜？芹菜含有丰富的膳食啊，芹菜我吃的。姐，哎，你蒸的鸡熟了，哎，把它拿出来，我来切。啊，我来吧。不用，你是客人，哪能让你动手啊？我擅长剪光。好了。哦，你这是给鸡做了个手术啊？哇，这刀工也太神了，一点碎骨都没有，都是从关节的部分切开的。我看你这外科一把刀是有职业病吧？哎，等一下，鸡脖子里有腺体，虽然经过高温灭菌，但不能保证完全没问题，所以最好少吃。不吃了，锅都糊了，我去炒菜了啊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耽误闲事不要管我。我是医生，我让你注重健康有问题吗？我吃我的，你吃你的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姐会误会的。你又讳疾忌医。什么叫讳疾忌医？你再这样，我让你姐知道你的身体状况。别多嘴。直系亲属有知情权。聊完了吗？聊完的话，过来帮忙呗。让我歇歇。喂，是我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嗯，关姐姐，医院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去一趟。谢谢你的盛情照顾。哦，那行，那你赶紧去忙吧。啊，这就不帮你们收拾了。不用，以后啊有空多过来坐一坐。哎，有你住对面，我就不用操心他了。那我走了。以后有空都来啊。哎，我送啊。看我干嘛？不是。我跟他可是一清二白的哈，不像，什么不像？烫啊，慢慢喝。哎呀，晨晨啊，今天这个菜啊，姥姥做的都是你爱吃的，知道吗？来，哦，那个爸，您稍等一下。晨晨呢？他在学校，他们都是分餐，啊，然后我把他的饭盒也拿回来了。咱在家咱也分餐啊，这样卫生干净，好吧？哦，学校这么要求啊？对，分餐分什么餐呢？啊，吃一锅饭里的人，那才叫一家人呢。咱们一家人吃饭，那就得热热闹闹的，是不是啊？来，我听哪的？热闹是挺热闹的，但您想啊，这。那么多双筷子，在筷子都在一菜里头搬来来搬来去的，也不卫生。这孩子肠胃又弱，是吧？万一有点细菌。
主要是学校安排的，老师待会还让我们拍视频，得发给他们检查。啊，老师要求的哈。哎呦，学校真好。干什么呀？这个分餐是吧？啊。好。不是，爸，用这盛就行啊。用这个，这他在学校就用的这个，这多好。啊，那就哎，不方便，不如这个，啊，就这个多好，一人分吧，自己吃去吧。啊，我分，自个儿吃啊，咱吃咱们啊，来，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没事，妈，嗯，我也不饿，我正好。公司那边还有事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你们吃啊啊，慢慢吃。那你快点，待会儿凉了。行，好嘞。嗯嗯嗯。嗯，先慢慢吃。咱们老关家的人啊，就得一块儿吃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人家志军说的没错。分餐吃也的确卫生嘛。你在电视上看了那么多健康节目，人家都怎么提倡的？一句话都没记住。什么分餐不分餐的呀？我关永年一辈子都不吃的，一家子人坐一块吃饭，我真的也倍儿棒。超讲究，真是的。那个晨晨，你刚才说你们老师要检查是吧？嗯。哦。分餐就分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，是吧？咱也分餐，哎，那咱就分着。嗯，人学校这么说嘛，是吧？是吧？老师这样讲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晨晨，记住了啊，咱们这个饭可以分餐，但是心不能分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真听话。啊，来吃吧，先吃这个。老板，就算你再不喜欢志军，人家也做了咱们家十几年的女婿了，你就不能客气点儿？你看你今天给人吓的，连话都不敢说。十几年怎么了？啊，你不喜欢一人，多看几年就喜欢了？我也纳了闷儿。他这个说话办事儿，怎么那么不招人待见？咱不说别的，就说今天一进门，他办过好事吗？啊，这是背后骂我，然后就是教晨晨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驴的王冠给我扣脑袋上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对他太宽容了，他身上的夹板啊，该紧紧。那你就不怕把人吓跑了啦？他，撵都撵不走。对，当初。就跟杜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车、房子、存款，那不都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攒出来的？咱杜云嫁给他，那就是下嫁，那他在我跟前还不得老老实实、服服帖帖的？啊，嘿，放心，他在我手里啊，就是罐里逮王八，十拿九稳。哎呀，老公，你一直在这等我呢。啊，我看晚上降温了，我怕你冷。老公，你真好，还穿上别冻着啊。老公，我们老板今天喝嗨了，说一会儿换个地方还要续摊呢，你就别等我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还不知道今天几点结束呢。什么别等？你们老板真行，白天掐着下半点开会，现在还要换个地儿加班。走，老公带你回家去。不行，他上面等着呢。可烦了，管他呢，我宝宝不能熬夜，走，爸爸背背。你也可烦了，你背我大媳妇回家喽。老公，晨晨呢？疯了一下午，现在老爷屋里躺着呢。你累坏了吧？我从雨琴那儿回来了。累倒无所谓，这不又把你爸给得罪了吗？我这不是得将功补过吗？得给他收拾他那个工作间，连他呕的那营养水我都挨瓶擦干净了。你也知道这多味儿啊。博云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
夫，辛苦你了，么么哒。我也爱你。嗯。我先挂了。哎，好嘞。爸。哦。你这干嘛呢？爸，我这不是，我特意给您这工作室给清理一下，地砖我给您擦干净了，这营养水的瓶我也挨个擦了。不是，我这工作室有那么脏吗？啊，没有。不脏，一点不脏，我就是想让您看着再赏心悦目一点。嗯，这都多余。行，你别干了，这屋里帮你妈去看着点晨晨。哎，小孩子闹叫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妈，你这怎么了？啊，别走啊！哎呦，不。是不是你要需要我，我的得用不着了，我这快！哎呦，我去！哎呦，干嘛？你轻点，你打我呀你！你怎么了？他门口，他让我来了一屁股墩儿他。哟，好，这我这说躺着，他躺会儿吧。哎，他上来又捏又揉的，你这俩大老爷们在这动手动脚的，我想着都恶心，我这是。人家是向你表个孝心，你这不知趣儿，这有什么孝心呐？要不你躺会儿，啊？行，来，哎呦喂，这又不能动了，这就。哎呦，行，哎呦。请坐，请问哪儿不舒服啊？心不舒服。妈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没事别往医院跑，这医院领导会有意见的。谁有意见？啊？谁有意见？我来看病的，我是挂了号的。您哪儿不舒服啊？跟你说了，我心不舒服。你一天不处对象，你妈这病就好不了。那您也不能随便侵占公共医疗资源，随便挂号啊。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说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联系你好几天了吧？见你，我跟你说，比中彩票还难呢。你是不知道，儿子，我跟你说吧，我昨天在公园里受委屈了。啊！我做调解员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让这么多群众就这么指着，就这么指着，就指着我说我，就是因为你一个姑娘都看不上。我跟你说，儿子，你今天必须答应我，跟一个姑娘处处试试。老说没感觉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什么叫感觉？谈恋爱，那个恋爱是谈出来的感觉，你处对象，您的感觉是处出来的，你这不谈不住，你怎么能够那什么呢？别激动。你甭劝我，激不激动就看你一句话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我这事你。答应了，一言为定。哎呦，那妈不耽误你工作了啊，我走了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啊，多喝水。哎，好。下一位。林杰啊，
我是秀兰阿姨呀、啊，我在你们医院呢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？哦，今天你休息啊？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这样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打个车，马上我去找你去啊。林姐啊，阿姨就在这个超市买东西，都买了十几年了。十几年？嗯，十几年了，因为这儿的肉啊，什么海鲜呀、啊，包括它的食材都从哪儿来的，我都清楚。看得出来，阿姨，您对这儿特熟悉。是。您还真是有经验。是。我觉得啊，是因为您对清风特别的上心，特用心，是吧？啊，您看您买的这些酱料都是进口的。我跟你说呀，就这么多年啊，我每天会吊着花样的给清风做饭，是吧？而且每一种食材我都精挑细选。你不要说别的，就那鸡蛋，我为了买到正宗的土鸡蛋，我会啊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跑到农村去，到人家里去买。那么远、啊，这不怕为儿子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这些菜，这都是，对，都是提前通知我提货。哎呦，阿姨您真行，怪不得这清风能那么专注的工作，就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妈妈在背后支持。可以这么说，阿姨我都羡慕她了。林姐啊，我今天呢，带你到这个超市来转，而且呢，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贴心的话，其实我是有原因的哈。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应该了解呀。我有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在清风身边，阿姨就放心了。不，阿姨我谈不上。其实我和清风现在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我是想问你，你喜欢不喜欢他？你如果不喜欢啊。你就算阿姨今天瞎忙活一场，是吧？以后咱们这话题也不提了。但是，如果说你喜欢他的话呢，那你就别跟我藏着掖着的了。阿姨，清风那么优秀，谁会不喜欢他？你看，那我就知道。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阿姨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喜欢清风。阿姨支持你，但是你们俩得尽快把关系挑明了。我听您的，阿姨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走走走，跟阿姨到那个蔬菜区去看一看啊。就那个蔬菜，我交给你啊。你累不累？没事没事，阿姨。哟，糟了。我没跟清风要钥匙，这怎么办呀、啊？咱们进不去门啊！咱不能总站在这儿，这怎么弄啊？我给清风打个电话吧。不急不急、啊，阿姨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哎，你，您不记得我了呀？我是关永年的女儿关雨晴，您去我们家做过那个调节工作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住这儿。啊，你住这儿？哎，不对，这是雁西医院的专家公寓，你是航空口的，你怎么会？啊，这是朋友的房子。啊，你跟朋友住在一起哈？啊，不是，朋友把房子借给我住，我自己住这儿。啊，啊，对了，那我想麻烦你一下，你看我们吧。就是我儿子现在还没下班呢，还得等一会儿。但是呢，我钥匙没拿，我们就待在这儿。我说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？快进来吧，进我屋休息一会儿。好嘞，麻烦麻烦，打扰你了啊。阿姨，林医生，你们喝点饮料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哈。没事儿。哎，小关。上次我去你们家，好像你跟你父母住在一起，怎么好端端的搬出来住了？是因为最近我飞的次数比较多，每天回去都特别的晚，我不想打扰他们，我就搬出来住，而且这里离机场好像更方便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啊，对了，小关，我还想麻烦你一下，我想用你的厨房，要不那个鱼啊，晾时间长了就不鲜了。啊，你快用没关系，阿姨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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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俩就够了。行，阿姨我帮你。那就麻烦了啊，走走走，林姐，麻烦了。
那个这锅碗什么的就都在这边，阿姨您随便用哈。哎呀，好嘞好嘞好嘞，真是麻烦了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来那个阿姨，我先把这个鱼放水槽里。哎，行行行。咱们呀得包点蒜，哎，这葱姜蒜呀切成片儿，一会儿把那个鱼腌上。鱼呀，最起码15分钟以上才能入味儿。是阿姨。林杰呀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这些事儿我都交给你做了，你是清风的女朋友啊。我岁数大了，我伺候不动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哎，小关啊，啊，我用一下你的洗菜盆儿啊，您随便用，那啊，好，你不管你不管，我自己拿，好，谢谢啊。啊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咱们给清风发个视频呢，让他看看咱们。那空心菜啊。那个根儿就不要了，太老，到时候塞牙。哦，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阿姨，看我，哎呦，妈，哎呦，儿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儿子，看见我们了吗？我跟你说呀，你下班以后啊，直接的回专家公寓啊。我们现在在你对门的邻居家用人家厨房呢，啊！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不好啊，我们太麻烦人家了。一会儿见。哎呀，快点！那个阿姨。要不然你们先忙着，我进去换身衣服，然后再准备一些资料什么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忙你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不管你们了哈。哎，对，一会儿那个消出来吧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我妈在这儿呢。妈。哎呦。儿子，知道林杰在，怎么着？打着飞的就来了。赶快回家吧，别给人添麻烦了。是是是，今天麻烦你了啊！哎，厨房我们都给你收拾干净了。林杰，走，跟阿姨回去做饭。哎，你也没吃饭吧？去我们家一块儿吃吧。儿子，这都上不去台面的菜，那谁啊，小关啊？哪天阿姨找一个饭馆，好好的请请你啊！不用客气，阿姨，谢谢你了。啊，走走，洗干净了我就还给你啊！对对对，儿子，给我拿着包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走了。走了。鱼还藏在背后，什么意思呀？妈，您把林杰带这儿来了，还让他给他们做饭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他来也就帮我打打下手，主要工作还是我做嘛。就是一下子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他，我还不放心呢。儿媳妇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你扯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你？你可是答应我的。说今天要跟女孩要试试相处一下，你忘了？那也没说什么。嘘。哎，就那对门的关雨晴，呵，这家里那厨房缺东少西的，连料酒都没有，大开冰箱，哇嚯，不是方便面就是速冻饺子，切，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。那林杰，去。天生的贤妻良母，就这孩子，从他们家出来，把那水池都擦得干干净净的。哎呦喂，就薛薇的这么一比较，哎，立见高下。阿姨，啊，菜都备好了，您可以炒菜了。哎哎哎，我马上来。
马上。听我的，没错儿，我去了。来了来了，等等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看看我看看。嘿，有点意思，下手打得不错。林姐，嘘，叫清风吃饭。清风，饭好了，吃饭吧。看，还行吧，吃饭哈。啊，对了。刚才那个调解室啊，给我发微信，跟我说呢有重要的工作向我请教一下，我得赶紧去一下啊。别啊，您先吃了晚饭吧，吃完饭再去。没事儿，你们俩，你们俩，你们俩慢慢吃啊，好好的享受二人世界。林杰，阿姨支持你。阿姨，您慢走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快去，你别怪我。啊，行行。啊啊。今天跟阿姨逛了一下午的超市，哎呀，我才真的体会到她为了你啊，不辞辛苦到这种地步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林杰，嗯，以后我妈再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直接拒绝她，别陪着她一起胡闹。怎么是胡闹呢？她给我打电话可高兴了呢，而且我还能学到东西。学做饭，做汤啊？不单纯是做饭做汤，是给你做饭做汤。清风，在阿姨的鼓励下，我决定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而且喜欢很久了。我觉得咱们两个在工作上配合得很默契，有相同的学科背景，而且互相了解。今天阿姨也跟我说，她很认可我，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。林姐，这件事儿根本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妈她其实，你千万别把她说的话当回事儿。嗯，你是在拒绝我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不想吃饭。你最好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嗯，那就什么时候想吃了再吃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啊，不过，既然我已经表白了，覆水难收。接下来我会大胆的追爱，而且有阿姨的支持。明天见。你怎么哭了？我妈怎么你了？没有。我替我妈跟你道歉，今天实在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是我那个辣椒。哎呦，啊，真是辣椒。那什么，我加个你的微信吧。
啊？我妈以后再打扰你，方便你及时跟我联系。啊，那个，是，那方便吗？嗯，开了。对，你就趁着点开。哦，我刚看见你女朋友了，还挺好看的。那不是我女朋友，那是我妈一厢情愿，她是我同事。一会儿通过一下。这半天还没吃饱啊？没吃，没胃口。哦。嗯。行，我过去了啊。嗯，二爷，关二爷，来接你回家。这沈真好可爱啊。其实客户怎么每个人都得带？小林，回家了吗？你再等我十分钟，马上结束。行，等你。你来接我，穿那么帅想干嘛？我接我自己女朋友回家，打扮一下怎么了？幸好是你走进时光的半径，许多秘密有了眼睛的回应，我不再是孤独的远行，独自成行。哦，幸好有你倾听梦想的回忆，烦恼甜蜜收到默契的回应，心动的点滴启程在耳语，我还未说你却在默默参与，只是还没有资格任幸福挥霍，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，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，你回望的璀璨，我想一生漫漫。只是还没有经过平凡的暮色，想起你天空中